胡长务自首了，他说肇事逃逸的人不是郑秘书，是他。不能因为他是你爸就每次都让他替你背黑锅吧。为了掩盖儿子的罪行，把我女儿害死，我女儿的人真的是你吗？您知道我因为你们一直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吗？是你们害我变成了杀人犯的。我那么做都是为了你。我被您那句话弄得快窒息了。您也早就知道了吧，我不是您亲生儿子的事。下周四晚间7点，相信爱情，精彩大结局，东森戏剧台。